昔日的英勇刑警，没有出卖妞。今日的江湖恶霸，什么刀子？开枪！快啊！你们每个人辈分都比我高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你们老。这个世界就是要像我这种够狠够屌的人说了算。我今天才不能输，够狠才能在江湖占有一席之地。这是无所畏惧，才有真的汉子。10月28日，真心登场。